欢迎收看普通话新闻，我是朱子阳。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：林志颖等三人被控前年参与未经批准集结，案件在区域法院开审，三人承认控罪。国家卫健委开放港澳居民到内地接种疫苗。世卫指目前对阿斯利康疫苗的安全评估仍然正面，暂时没有需要更改。各位，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三人被控前年8月31号参与未经批准集结，三人在案件开审前承认控罪。来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，预测晚间逐渐多云，明天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，稍后有几阵骤雨，气温介乎22至26度，吹和缓东至东北风，4点钟气温25度，相对湿度是69%。空气质素健康风险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，紫外线指数93，强度属于中等。新闻报道完，感谢收看，再会。We now return you to English language programming on TVB Pearl.